生命有无限可能，你必须要用心去体会。岛屿就像是我们追求梦想的过程。我觉得透过尼布斯这个角色，好像看见了武林航向远方的那个勇气。我们虽然小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航向到全世界。我想岛屿跟武林的一个关系当中呢，我认为这个在我创作的原点上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在。岛屿是在描述一个平凡的部落女孩，当她被守护神选为真命天女，在这个冒险的过程中呢，她会遇到许多可爱的精灵，充满智慧的占卜鸟，但同时呢，她也会遇到来自黑暗世界的矮灵、战狼鼓手，还有最可怕的黑后。她要如何战胜自己，战胜黑暗，让世界重现光明的一个故事。这一次的制作团队是武林有史以来最棒的制作团队。我们有国际级的原创音乐，媲美百老汇的现场演唱，震撼的视觉和灯光效果。我们也结合了数十位顶尖的表演艺术家。武林剧场30年磨一剑，再度打造超强史诗巨作《岛屿》。我希望每一个大人跟小孩都能够进入这一个奇幻的世界。这绝对是台湾独一无二的剧场表演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武林剧场史诗巨作《岛屿》。